台湾 superstar Mr. 齐天秀。
One, two, three, four. 床里无生意，月头做你去。谢谢你，谢谢你的鲜花。今天是的天气，就是讲啦，咱在座每位的这个热情同款啊，差不多有六年的时间啊，无来啊，咱高雄。啊，交爱我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啊见面啊，大家无将我甲我放袂记的啊，我非常的这个感动啊，尤其啊啊，拄仔我上台啊，因为咱场内这个关节，所以啊，真侪无方便啊来甲我献花，那么毛真侪啊，眼睛过来呢啊，互我感觉啊心情啊这个真欢喜，真感动啊。在1965年的时阵，啊，我拄啊出来唱歌，那么啊，迄个时阵啊，听我的歌的人啊，啊，拢年纪
甲我拢差不多，拢同款啦。差不多十八九岁，十七八岁。那么、啊，谢谢你的鲜花，谢谢，谢谢你，感谢。今仔日看到大家这个嘛是真面熟啊，因为我今仔去唱歌的时阵，那么来听歌的人啊，来听歌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拢是由因爸爸，由因的四大人啊，坐来听歌，都少二三十年前啊。那么今仔日嘛有真济啊，咱迄个时阵因爸爸听来。坐来听歌，或者听众朋友，那么今仔日你哥坐你的后生来听歌就对了吼、哦。我希望讲以后换恁后生，换恁查囝吼，佮坐因后生因查囝佮来听歌。安怎迄个时阵哦，恁大家拢做阿公就对了吼、哦。今日看到大家亲像以前来迄个热情。感觉捧场非常的欢喜。那么亲像阿杜有一对的阿公阿婆走来后台找我，伊甲我讲，讲迄个时阵我唱《内山姑娘》，甲《内山姑娘》要出嫁的时阵，伊听我唱歌的时阵哦，因咧阿公阿婆才熟悉啦，然后就恋爱安尼啦吼，伊讲若无去听我唱歌吼，伊即嘛无法度安尼哦，生五六岁安尼啦。而且伊今日同款伊两位这个公主甲一位千金去联考伊今日嘛是佮带全家伙来安尼，予我这个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欢喜。我即马继续佮来唱个歌曲相信大家听到前奏都知影甚物歌曲啊，谢谢。
心头放乎情，唔通卡手冷，一步一步向前进。
酸苦涩，也会啊滋味，做着男儿男儿啊，担会起。头看天啊，月啊长圆，窗酒顶杯啊，咱醉，乌云搭雾啊，水啊在你，我会自强自立嘛，做男儿，我会自强自立嘛。
看到你，看到你，你的犹太滋味。第二摆看到你，看到你，愈看愈喜欢。第三摆看到你，看到你，昏昏困袂去。第四摆看到你，提出勇气来表示。只要我，只要我，每日看到你，只要你，只要你陪伴阮身边，烧酒变饮人生醉，心酸哪有消息？
着我，着我一个苦命的媳妇，流浪的人无家的土脚。愿下相会。
谢谢，谢谢啊，林丽珍小姐啊，谢谢你，谢谢秦风，谢谢你，感谢，谢谢啊，谢谢你，会记得头一摆第一次来咱高雄啊唱歌的时阵，是点滴，哎，谢谢你的鲜花，感谢，感谢你，谢谢。谢谢，高霞，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我们高雄啊、小姐大家啊、长得，高霞，谢谢。我们高雄的啊、小姐还有女士啊啊、都是长得啊啊、更漂亮啊啊、也是啊、比从前好像啊、生活啊也都好一点呐、啊。啊，大家都气质也都相当好啊！会记我头一摆来高雄唱歌的时阵哦，是踮伫迄个啊江都戏院，迄阵啊是迄个水平顶台啊的时阵。那么迄阵啊个乐队嘛，敢若有啊四位尔尔啊，有当时啊吼，阮拍鼓的老师吼，啊迄大鼓吼啊，讲甲安尼破去啊吼，啊伊嘛。讲着瀑布桥，伊嘛去赶快去演奏安尼吼。啊，搭把头有当时啊吼，较早经济较歹，有当时啊，敢那去哦，迄个糖丝啊，去哦，迄个啊车交轨，车链交轨安尼，迄声咧是沙桥安尼啦。安尼但是吼，我嘛唱歌安尼啦，啊，大家啊嘛是讲啊，甲我咧建立捧场。那么啊，回想着较早啊，甲今啊，诶，这个场面甲节目嘅制作啊。啊，有啊，相当的这部同款，会使讲哦，啊，人来捧场的嘛，啊，加以早哦，加买啊呢，啊，几啊十倍啊呢，哦，啊，表演哦，嘛是同款哦，啊，拢安尼，咱的制作吼，嘛是拢哦，比较早啊，真好真济啦吼、哦，啊，当然，啊，会当讲今仔日啊，大家阁真济人来甲捧场啊呢，哦，这个会当我徛伫舞台啊，我当然。啊，真感激！啊，伫遮，我要向咱在座的朋友讲一百声，啊，一千句、一万句，而即个感谢、谢谢、努力，也袂当啊完全啊啊表达到我心内对大家感谢一万一啊，因为大家确实这三十年来呢，拢一直甲我啊即、這个捧场。那么，唔是干那听众朋友。甲我捧场啊，亲像我啊早期较早啊唱过的歌曲啊，是由啊我的恩师郭大成先生啊，甲屈乐仁屈老师啊写歌给我唱的啊。迄个时阵啊，是迄个内山姑娘，内山姑娘要出去啊，客店顺境客啊啊，迄代的这個歌曲只有三十年啊。那么在这十多年前呢？啊，写歌我唱的老师啊是啊卢金树、卢金秀啊吕老师啊写给我《林松祖人生》啊，以及真侪歌曲啊，拢是啊啊这个吕老师写的。啊，那近期就是讲最近这七八年写歌写歌给我唱的老师吼、哦、啊比较有较侪位啊，有咱啊陈二郎啊、甲陈红啊老师。啊，还有啊，余龙华余老师，啊，还有啊，这个大家拢知影这条歌曲，连国外拢知影啊，爱拼才赢啊，这条歌啊，就是陈百潭老师写啊，真侪老师拢啊，最近写啊，真侪歌好给我唱，这是啊，这个大家啊啊，老师会使讲啊，给我起点非常的这个啊，这个照顾。那么还佫有啊。今日咱领队来的，今天的领队，我们乐队的领队啊，纪明阳老师，吼、哦，嘛是有这个写歌给我唱。我们今天的啊，纪老师、纪明阳老师啊，大家拢啊，有看到唱片啊，拢知影啊，伊嘛写歌写较济，就是写黄雨玲
哦，黄义玲的歌曲啊，啊，这个拢是真济啊，流行的歌，黄义玲的第一代唱片甲第五代唱片的这个主打歌啊，拢是咱啊志明老师啊啊写好伊唱的，啊，这个甘愿啊，哈、啊，我唱的甘愿嘛，志老师写，啊，佫有真济条歌曲啊，这个人讲啊，一日为师啊，这个终身为父。啊，我是对季老师啊非常而且感谢啊，大家啊接受我对啊季老师啊最高的这感谢，谢谢你，谢谢，谢谢。啊，还有今日来的这乐队老师哈啊，拢是我们台湾最好的，都是我们啊这录音室啊录音室邀请来的，哎，可以说每种乐器是台湾差不多最顶尖的啊，无论是吉他、贝斯，还有这个还有我们小喇叭，还有鼓手啊。真的哈、哦，不用我介绍，可是在电视公司有时候少到看到他们啊，因为东西住宅在录音室的。还有我们今天的啊林美满小姐站在中间这位啊，这是啊大概听到一个唱片的合音呐 啊林美满她指挥的，还有啊几位她的学生啊，不是跟她搞我合音呀，搁加几个歌星合音的啊，还有我们今天的啊几位这个小提琴。啊，都是啊啊，我们艺专学院呐 啊高材生啊请来的啊，也算讲大家啊啊对我客人啊建立啊捧场啊建立啊爱国啊，我心内啊除了讲感动以外哈啊，我是讲啊在我一世人的当中，唔知要安怎了哈、啊、来报答啊大家。啊，总是啊，我会当经常啊，交大家见面，交大家聚会，啊，咧，这是啊，我最大的这个希望啊。继续，我来唱啊，两首较早的这个旧歌曲啊，《来山姑娘》，《来山姑娘》，别出去，和大家啊，回旧啊，怀念啊，较早的时光，谢谢你。啾啾啾，伊个就是来山姑娘，生出真可爱又美丽。已经是十七八岁，青春的小姑娘，迷人的乌心目睭，强壮的体格。啾啾啾，爱我来
下放傻瓜给巴拉各位啊，我心内敬爱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这差不多三年来啊，是我这两三天来拜年，甲今日啊唱歌的时阵啊，这三年来我感觉这三天啊我上解啊欢喜，上解啊这个轻松，因为啊是哪讲呢？因为阴暗唔免讲政治。唔免请，会使讲啊，唔免请你西装拢穿掉咧，哦，会使讲啊，脱下这个我的西装。那么这三天啊，啊，交较早生活同款啦，啊，我感觉讲啊，感觉啊，啊，真欢喜。那么啊，唱歌啊，是我的生命；舞台啊，是我的灵魂。啊，会使讲啊，我自细汉，那么就真爱啊唱歌咯。那么因为最近啊无啥时间弹演唱，那么在咱高雄啊表演呢啊演唱会啊才会当啊举行一天尔尔，因为这三天拄着咱连续放假，啊伫法院啊无开会，我借着这个时间啊出来开演唱会。那么啊唔知当时各位迄个机会。啊，来交啊，咱啊爱护我，或者听众朋友啊，大家啊见面。那么，不管啊，我以后啊，阁继续唱歌也好，也是讲啊，做甚物代志也好，啊，我一定啊啊，同款的心情啊，真关心大家啊。无论啊，我以后阁唱歌，但是啊啊，普通时啊。啊，我嘛是真关心大家。那么，会使讲，我关心大家的生活，所以以后啊，无论啊，永远偌久的时阵，我永远都爱咱大家。啊，我相信啊，啊，大家是不是对我会当啊继续伫唱片啊会当阁支持？我爱大家，我爱大家，我爱大家，我爱大家。大家爱我哦，感谢，谢谢。无论呢，以后什么时阵，我同款啊，啊，一定啊，为大家来这里打拼，为咱的社会啊，国家来打拼，谢谢。继续这首歌曲，我是安排为大家打拼，为你打拼，谢谢。水水，行出门
爱你就是为你好你情水水行出门的当家人来比Okay, guys.